声音，他说这边会有猴子哦，嗯，这边也会有猴子，然后这边就一只啦，就是你啊，然后你还会有那个那是什么果子狸，你，我操，是我，你啦，你这臭猴子，嗯。左手边，再往前一点，左手边。左手边是三国哎。前面的左手边。天阔，天阔宁区。这个会有自己的沙滩，是沙地吧？自己选地啊。我就停这个位置，然后正面打开，就是海景第一排了。在呢。去那里，那个是在那里呼救小鸡的，因为温度。对哦，快不要摸。小鸡，它听得懂我的话吗？它听得懂啊！你看你坐下，有没有？狗坐下，狗坐下，大狗坐下。狐狸。哇，老板这边好厉害哦！啊，好天然。对啊。它会啄人吗？环境呐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很美。超天然的。我都会，不会，我家的那个耳朵很乖。啊，那一只就是鹅大人呐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鹅大人打我。这样，啾啾，这样子跟他摸一下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拿了。对，啊你就。啾啾。你这样会吓到他、哦。你怕？会不会痛？还是害怕？他会啄哎。每一颗都很漂亮，都是很漂亮的蛋。来，我们这种蛋都很好，比外面的好。真的好，对，那个点心是香蕉的。孵蛋吗？你要孵蛋啊？那你就坐在蛋上面啊，不可以把做蛋做破哦。嗯，它的皮的味道不一样。有一个东西是，好像是最重要的。直接吃吗？还是怎么吃？要吃皮。就是吃皮。吃皮。等一下，阿姨，你这里有两只蚂蚁，对，刚吹的。我不会啊，我像不像那个麝香？等一下我用麝香咖啡给你吃。你自己剪可以吗？我等一下弄麝香咖啡给你吃。我不想，里面那个。再给我五分钟，你自己吃。看，再等我消化完再拉出来就有。你真的很恶心哎、欸、你。爱吃。可怜呐、啊。捞鱼，鱼一直从渔网里面跑走。新鲜咖啡豆腐机。对，今天现采的。放姜片。还有李子柒煮咖啡炖鸡汤。好吃吗，小雨？嗯，好吃。看，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？它如果有喝起来，咖啡豆加一只鸡，还有金针菇，还有金针花。专业头灯。我是彩虾大道，可以吗？中中耶！我中一只。你好可爱，宝贝。
好大只哦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很漂亮哦。哎，这个，它眼睛在发光，这个熬不大啊。它是母的。这个要不要放生？没有，不用。我们再捞三只就好了。哦，有，看到了。你没看到那边眼睛橘色的吗？看到，就是。啊，我去。哎，不是用打的，好，我帮你。有了。哇，这一只全部肚子都是蛋。哦，那放回去。它母虾活动力不好，而且肚子都是小朋友。嗯。啊，这种的哦。就放回去，绝对不抓。有了。哎，要速度快。是小只的吧？那个小啊，放回去了。哎，中了，快点拿上。哎。哦。有吗？大只吗？一样。哇。明白。好快啊，速度快。好玩。哇，这不怕被咬哎！啊，噪音。小心点，慢点。对，可以。好了。十公分，它都超过了。有吗？有超过吗？有，我也没有超过。有，这个。哦，这个都已经超过了。看一下。哇。好有 feel 哦！我们吃的泰国虾是完全不能不一样，黑白无同款。嗯，不同的体验。我吃吼，吃到这几只，就大家拢食到眯眯眼啦。眯眯眼，吃个眯眯眼。来，我还没拍拍照。下下喝啤酒。冰一下就睡着了，千万不要喷！点火仪式成功。这样几分钟了，不知道哎，因为啤酒很冰。我来看一下，如何？哦，这么快。摆的比较丑而已。啊，今天就抓这三只而已，希望大家吃得饱。不容易耶，这真的不容易，晚上抓。嗯。上班。很新鲜，当然啊，它一分钟前还活的。你要不要装芥末？不要。我们还有，没有，我喜欢，我想吃。我们还有一堆生鱼片要吃哎。好啦，哦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过山虾跟普通虾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。嗯，我们吃习惯泰国虾跟白虾，嗯，还有龙虾，嗯，好像也好滑哦。我上次龙虾吃到不要的，嗯，来，我也要吃了，不录，好吃，吃起来如何？香啊！你比第二只也吃了，我的份给他吃啊，嗯，你们对我好好，都对我不好。
我睡到几点？喂，嗯，一、二、三。出棒的了，什么夕阳啊？现在早上六点，夕阳，太阳从西边起哦。你拍我，我拍你，你有看到我的臭脚丫？鸡会不会咬我的脚？嗯，我们在等鸡上来，刚刚鸡跳上来没有拍到，好可惜。鸡居然自己会跳上来，一个在沙发上，一个站在椅子上。对啊，笑死我了。小飞如果看到你很兴奋。对啊，还要养鸡不是吗？哎，机不可失啊。对，机不可失。哇，这是海水吗？这简直就是太酷了。我已经看到你们的车，看到那个橘色的车，皮卡，皮克，你们的皮卡看到了，哇，这考驾照哦，哇，酷哦，哎，这个没有人带，怎么会有人走进来？哎，这个超级秘境哎，啊，我们影片如果拍了公布了怎么办？全部打马赛克，全部打马赛克，啊，我看你老公了，哈哈，不会不会是真的很站正，停在这边应该就可以。我跟你先生打个招呼。好，谢谢你。哎、欸、，Hello。在这边吗？哎、欸，狗狗又来哎。随便你是不是？狗狗又来。好好好。先生要换装啦。对了，要换泳衣，清凉泳衣。要不要帮你录一下？啊，你敢录？我不敢录。你敢录不敢剪。我不敢，好可怕哦。狗狗也下来了，狗狗长得好可爱哦。你问狗狗，狗狗还是从另外一边下去？他说这边没错啦。狗狗下去。哎、欸，他会避开人呐、啊。哇，这真的是秘境呢。好哎，哇，没事。是不是应该要带钓竿呢？狗狗会泡澡哦。我觉得他在大便。狗狗你在泡澡啊？他在大便。耶！看到我了啦，普里！哇！哇，太美了。嗯。啊，小雨不要打，小飞怎么好了？老人与海，小海与海，等一下，小飞不要动、哦。小孩与狗。小飞不要动、哦。天生一对。人海滩，没人。这钓鱼可能会挂底，不要带鱼竿了，带这个就好，这个就够他们玩。